缺一点挺好的，就看四 L 级到底是不是个前锋了。黑妹一抓。我去，真敢翻啊！缺一点挺好的，就看四 L 级到底是不是个前锋了。黑妹一抓。我去，真敢翻啊！往回走，我没看懂啊。就挂外头吧，我不想挂第二次，浪费时间。早点挂了，让清风早点过来。我还要撞我呢，这么痛的吗？我操！没人想救清风。你不救人，你也不修电机，干嘛呢？要好了吗？也不可能呀。
怪不得半天不救人。还是平。没丝了，传送也用了，把自己卖掉去救魔术师。天之二楼，估计往起点跑了。他把站关了。今天没有了，能拿刀，拿一刀估计要上车了。失误了，血泪马上亮，无所谓的，他等会儿教练我不出刀就 OK 了。哎呀，我瘫了。刮皮，我没球了。在摸人，
真是1万个人救他，你是忘了我也能钻的吗？这是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出刀呢？哎，我不能去起点呢，但还是得去啊。我知道技能，如果他上车了，我就麻烦了。这边有个人，我不怪你呢，有祭司。哎，这都能空。Thank you.
无所谓，大不了往平局打。今天就是要针对死一个再说。有洞你不钻。应该要好了，没要好。他在鬼屋后面，闪现快好了。两个人跳的人，但是也没交。直接追，让他回去。我炸了！真的贴脸空刀，我的天！
看他交不交治愈。一台机子。不插机子，够了。哎呀，怎么老卡我呀？玩 CSGO 也卡我。上班蜘蛛了吗？大家没看。嗯？之前不是有脚印吗？怎么还消失了的？跑到后面，跑到后面去了，我的天，不更死了吗？
400的币才。 想下来转大房，想的倒挺多的，还是他救。 佣兵还不来吗？卖掉了。那我这波杀佣兵。 贴了，黑妹。 无所谓，这破图我根本没打算赢，看着就烦。
这不还不是食物人呢吗？这火是封技能的。 打中了，那看来只有无刃能击中那个在空中的人，其他的也不行。打针对了。
没打到，亏了！哇，这么卡的吗？
看来一脸要丢磁铁的样子。救了，还不救吗？看来不在大房间的小木屋，救人了。
这边是呢，犹豫了。 Huh?